Hello，大家好。因为有读者在这个我的网志中留言，希望我测一下 OPPO Mobile，这个连线的这个情况哈，就是上网的浏览速度如何这样子。只是呢，因为这个浏览器除了跟手机本身效能有些关系，还有浏览器本身写的好不好，其实跟网络速度也有关系。那因为会有这个疑虑存在哈，所以呢，我要一开头我先这个测试一下，使用这个 speedtest.net 这个程式啊，测试一下网络速度，测试3次，然后到 Market 下载 Opera Mobile 啊，然后安装。然后开启这个几个讨论区的网页，然后看一下浏览速度。好，那我们先开始第一个，就是测试网这个速度的部分。可以看到这个 WiFi 这边是满格哈，满格。好，测出来405左右，好，出来了，505.8 KB，好，每秒。那我家里使用的是8 M ADSL，好，8 M ADSL，好，再测第二次。那如果以电脑连到 Speedtest 这个网站的话，差不多也是6 M 左右，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其实就是6 M 的速度，哦，6 Mbps，好，六。好，这次比较高了，580.3。好，再看一，再第三次。哦，这是比较低一点点，472.8，所以几乎是最低在478左右啊，472.8，那最高啊500多啊，大概是400到500这样。好，我们再看一次 result，啊，所以是最高580嘛，啊，然后呢，最低差不多472。好，接下来我要连到 Market，然后搜寻，输入关键字 Opera Mobile。好，点选第一个 Opera Mobile。那另外提醒大家，其实也不一定要到我的网址哈。你如果是 Puyo，你可以利用 Puyo 让传私人讯息。如果有我的 Facebook，也可以传 Facebook 的讯息，或者是你就直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啊，就是 www.youtube.com-NKHS91235，啊，到我的频道，那底下也会有一个传讯息的功能啊。YouTube 传讯息的功能好像比较少人在用，可能有人不知道。那你可以直接传讯给我，告诉我你希望我在 NSS 测试上，测试这个什么功能这样子。那我都会，只要我的手机可以找得到的，可以有办法安装，那跑执行都很顺利的话，我就会这个拍影片啊去做测试，因为有时候这个讲的话是很主观的哦，有时候有人觉得很顺，有人觉得不顺畅，所以看影片是最公平的这样子，顺不顺畅自己可以这个评估这样。然后他说可以移到 USB，那我就不要移好了，保持它的顺畅哈。那一样，我这边搜寻，
这 2.2 才哦哦有了哦，打 Opera 好，这是 Opera Mobile 哦，一样还在满格，所以是不受网路这个速度的影响的因素是比较小的啊，接受。好，那我要测什么呢？他说希望测一个知名3C讨论区，台湾最大的3C讨论区，因此我打上 Mail 一哦，快，其实蛮快的哈，但你觉得快不快我不知道啊，一样到首页哦，东西稍微多了一点啊，就有点啊，一样他说希望我测一个图片比较多的，那通常图片最多就是新闻报道采访啊，他们采访的文章图片都很多。好，突然这个就有点卡住了，看一下标题哈。小改升级再出发 Honda Accord 8.5TH CYN 试驾，所以你如果要拿别的手机比较也是要拿这篇，这样才公平啊。那已经好了，那我再叫这样，哎，这个是我不知道的哈。当你在滚的时候按一下，好，再一次点，好，再点一次，再看一次，好了，嗯，因为它第二次图片就没有预设是就不下载了，诶，还是不是？再点一次，奇怪哦，点到了啊，有了有了，还没好，我有点慢，好，这次就好了，怎么看好不好？其实看底下，底下如果是重新整理，就表示它好了。底下给我打叉，表示停止嘛？那、啊、什么情况停止？那、啊、就还没有载入完，所以他才会叫你要停止。所以你看底下，其实看底下的功就知道。好，再一次，嗯，好了，好了，就变重新整理。好，再点图片一次。哦，我说的不准啊，有有有有，变差了，有没有？好了，是不是都好了？到最后面，哎，好了，这样，嗯，那还有什么呢？好，到再到别的版。啊，比如说这个一样是新闻，就是实测啊，其实实测。哦，还没好。好，我们到最底下等。注意啊，这边还是差，还没好。上面也还在转圈圈，这边还在转，好了，好，这样子是好，这样子好了，对吧？每一张都有，来再一次点到讨论区，
好了，那因为他预设没有载图片嘛，你没登录他都好像都不会有图片载。再点一次啊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最后面了嘛。有没有最后面了。好，那简单测试就到这了。